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赛后点评赞。那这一周只有礼拜五一个晚上的赛事，本来就觉得要么就是会爆冷啊，像往常一样，要么就是可能看起来会比较的平淡，结果这个晚上可以说是在最近来说都是非常精彩非常刺激的一个晚上。出现一位神奇骑士。对啊，这位骑士呢先是连下三场，但是呢我们就觉得差不多了吧，你今天已经是骑士王了，结果呢他神奇的赢出了神奇。对啊，所以这个 名字呢真的是配合他整个晚上的演出，他我相信也是他一个这个成就了吧，然后一天一个晚上四场，一半的差不多。这个我说最近呢，至少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按照这个其实比拼的这个形式来说，你想这样子赢很难很难。对啊，通常都是每个人一场，最多两场，那就这样子哈、啊。所以他的演出呢，就把他的排名呢提升到第三位了啊。所以往后呢，竞争也是非常激烈，现在有七位骑士都是十场之外的。那练马师方面呢，也是因为这个神奇，结果呢，现在就是这个差距呢。郑英旺和霍卡呢还是差两场。对啊，因为霍卡也是靠背上力、啊、两个都是靠背上力赢一场了、好了，我们要先挑出来的两场赛事给大家讲呢，首先是挑出来一场这个林家爵士，那这一匹就是给霍卡的赢出来的，走位真的是堪称一流啊。对，所以我们四匹呢挑一匹出来给你看看，事实上其他三匹都赢得很精彩。对，不过这匹呢就是更精彩而已。先来看一下林家爵士在这场赛事的走位啊、这匹马呢在短途的演出的一向以来呢都是非常稳健的啊，时常那个赛事呢只有两场赛事不进前三名，而没想到啊他今天驼重呢相对来说是蛮重的，57.5公斤，但是他的演出真的很好，现在大概是第八位，蓝色彩衣那一匹林家的彩衣了哈、啊、现在慢慢又退到差不多就报尾第二匹啊，前面的马匹呢那个速度呢真的是拉得很快，这匹千杯武士跟这个北岛上游把那个速度呢拉得非常的快的时候呢，通常这样的赛事呢对后上马匹有利，但是虽然说是对后上马匹有利，你还是要有空位冲上来才可以啊，现在有点担心，你看一前面一群马林家爵士在差不多最后第二匹了，现在在内栏位置，这个位根本没有的，他所以背上力就决定哎，我要走外面去，但是这个时候呢这匹摇摆杰克不让路啊，所以把他封死之后呢，背上力就从这个空隙之间呢就走进内栏，在千倍武士跟另外一匹可敌员的中间呢才找到个位，就是这样子了，赢出这一场赛事，真的走位非常灵活。那我们从这个高空俯视的角度呢会更加的清楚看到他的这个走位啊。实际上呢因为留得太厚呢，这个时候呢就算他有这个后劲没有位给你出来的时候呢也是无可奈何，但是他能把握机会啊，一看外面没有位走里面，走里面呢前面又受阻，再往里面继续移，可以说是一波三折，这个走位堪称是一流，这个到最后呢也是微差打败这个对手可敌员，可敌员今天的状态已经是最好了，但是没办法，你这个林家爵士在这个赛程堪称专家。我们注意看林家的彩衣啊，背山力往里面移啊，再找位再往里面继续移，然后从内侧抄上来追上这个可敌员，也是身形上的差距追到这个对手，所以这场赛事就给这个背山力啊先下一城。但是呢后面呢我们要讲的这场赛事啊，就我觉得有时候这马不能赢啊，是运气天意。我先讲完这个背山力刚才那场赛事，你说这样子灵活说就容易，在马上这样子你开车都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要马匹有这样的灵活，人也是要这样的那个脑筋，而且呢你看他一转到内栏之后呢，那个换边哇快到你想象不到那么快，所以该他赢的真的。再加上他这57公斤呢，应该是57.5，57.5这样驮着，他也不敢说是造次，对啊，可以说拿捏的分寸非常的好。不过呢，下面这场赛事我们说八玉呢，第一个是配合了这个运气，所有能挑得上手的对手全部都退赛了。对啊，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在赛前也讲了，黄袍就扎在他身上了，但是呢 你必须要有这个能力扛得上才可以啊。对，因为我们一直担心的就是八玉这样的这类型的马就给我们没有那么强的信心，他可能又会因为一点点的失误又输掉跑一个位置，而且他也不是前领型的马匹，后上呢就是有时候你那个后上不急，
经常都出现的。他可贵的地方就是这场赛他能把握机会。对，也看得出贝尚利也是骑这匹马呢，也是有板有眼，非常有信心。嗯，那没有乱那个节奏啊，所以在最后阶段呢，刚刚在终点前就把对手拿下来。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场赛事，巴玉。好，这一场赛事呢，完全用欣赏的那个态度来看他的。因为巴玉本身呢，老实说，赢完这场赛事之后呢，再来如果真的是去那个第四级了，我也没有办法看得他很高。但是这场赛事赢就是赢，也不用讲什么别的事情了。现在大概是在第五位，橙色彩衣白色帽那匹就是巴玉了，跟那个位呢也不能说是很差，就是为了省一点位置呢，就不敢拉出外面第二叠、第三叠。总之呢，走到直程。因为这场赛事参赛马匹呢也不是说是非常强，那个马匹的距离也拉开比较松散的，所以位呢是很多，但是你要马匹能赶得上前面已经是有一点走脱的这一匹我的英雄才可以啊哈。因为我的英雄在这场赛事是第二热门，也是属于受人看好的，人家在前面已经走脱，你看巴玉现在才拉到外面去，现在落后三个马位的。不过你看到贝尚利真的是非常的镇定，一步一推，就是尽量不去打边，只是推那匹马啊，让马匹呢保持它的节奏，看准那匹前领的马匹利落呢，就刚刚在最后阶段赶上。他实际上呢，他是在这段时间呢，他是调整这个马的跑姿，在外栏呢，让马头对准了以后呢，成一条直线，然后就是瞄准这个我的英雄，然后就开始一直推。推的这个节奏之下呢，他下边没有急于去下，可是呢，我的英雄这个边已经是边如雨下了，最后五十公尺才看到贝尚利在抽边打下去两三边，然后这个一股冲劲上来以后呢，就追上这个我的英雄了。我们再从这个角度去看得更清楚一些，你看他前面的红色帽子的这个就是我的英雄了，一直在打边，但是你看他贝尚利实际上呢，他没有说是一直在用鞭的，一直是在纠正这个马的跑姿，因为这匹马本身也是有一点这种跑姿上不太规矩，最后才下鞭。你看这边几鞭下去以后，就决定性的胜利，就把这个我的英雄活捉了。为什么要最后打鞭呢？通常两匹马一并排的时候呢，后缀那匹马呢通常会那个气势会弱一点的，在那个关键的时候打鞭下去呢，就告诉那匹马你拼最后一口气，你要压倒对手，对马匹就有反应。巴玉就是种种的条件都对他有利的情况下配合了这一场头马。不过老实说了，我们选他只是欣赏贝尚利今天就是这匹马是他第三匹马，而不是说巴玉以后的成就非常的高，是我们也不敢说他以后的可以去到什么级别，一场看一场了哈，跑完一场就慢慢去等他的进步了啊。因为像巴玉这个运气今天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就把所有能想到的对手放在这边，结果每一匹都退赛了。就是等于说你选择的时候呢，他可能放在第三位，然后呢前面推一匹，他就蹭上。走前一匹，再推一匹，再走前一匹，就变成第一位了。所以这样的情形比较少见，比较罕见，所以我们才拿出来讲。看完这两场赛事，后面还有更精彩的，我们先来总结一下。第三场的二号林家爵士走位灵活，克服重磅，而第四场的二号巴玉是其实施展了帽子戏法了。我们分析完这两场赛事，先进广告，广告回来给大家接着看后面两场更精彩的赛事。